哎、欸，好啊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啊？你吓死我了，整个。你在干嘛？捡板栗啊。捡板栗。对。啊，妹妹今天还挺好的啊。妹妹在帮姐姐捡板栗啊，还挺好的啊。你上来了吗？啊，我刚上来，然后给你们买了一些东西，都在车里面。啊，妹妹今天辛苦了啊。啊？不辛苦。还会帮姐姐的忙。呀、哎？呀、哎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，我姐吃的。你姐吃的？你确定啊？啊，可以，我不想跟你讲那么多。过两天呢，我要和一个人表白，我希望你不要打扰我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要表白？对。你要跟我表白？你做梦吗你？知道吧？做梦。行。怎么了？我也不会让你成功。放心吧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，好吧，不想跟你说。可爱的桃花，然后呢，我送给你一个东西，噔噔噔噔，漂亮吗？呀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啊？你为什么不拿？什么意思吗？没什么意思。你就想破坏我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想破坏我？啊？是啊。可以。我想告诉你一句话，你给我记住，我是和你绝对没有结果的。我喜欢一个人，我爱一个人，就是我自己的自由，跟你没关系。哼，跟我是没有关系。那求你不要打扰我，行不行？这道你让开。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正阳哥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我还让你失望？我这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正阳，我越来越爱你了。哼，我再告诉你一句，你不要嬉皮笑脸。我告诉你，五个字，我不喜欢你，听到了没有？那你为什么上次晚上我生病的时候带我去医院呀？那是因为我对你好，对不对？那上次在山上的时候呢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还把外套给我，这些都是假的吗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你是桃花的妹妹，知道了吧？还说你还不高兴，啊？你两个别这样。我也不想这样呀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关系。啊？没事没事，不小心撞到。桃花，现在正阳眼里心里都是你，你开心了吧？我没有，假惺惺的在这里。怎么了嘛？是不是？我们有错吗？啊？有错吗？我就问你。正阳哥，你不要说了。那现在不说的话，对吗？真的，我真的。你们俩待着走，我走了。你们还要说什么？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我想安静，我要去找静静。